儿子休整期的姚晨近日在微博上晒出儿子小土豆的正面照，照片中两个月大的小土豆胖嘟嘟的脸上戴了一个大墨镜，发型也颇似时尚的墨西干头，虎头虎脑十分可爱。姚晨则自己称他为超级眼镜侠宝宝。是我好的大嘴呢，宝宝超级像爸爸呢，鼻子往下太像他爹了，这个陈姐明星从小培养啊。